这是邓文迪和两个女儿出席一场活动时的合影，两个女儿都出落得太漂亮了。邓文迪的两个女儿都是她和前夫默多克的试管婴儿，他们的母亲邓文迪是学霸加时尚圈名媛，有手段，有智商，有情商，有匹配野心的超凡能力。 在豪门中产狗血剧频繁上演的西方上流社会，靠着妈妈的智慧托底，这两个00后女孩一下子就拥有了290亿人民币的身家。不得不说，要想成为豪门中的人生赢家，自身能力固然重要，一位宠爱自己的父亲，一位精通豪门生存学的学霸母亲同样是不可或缺。不管媒体给邓文迪贴上多少张丑陋的标签，不择手段也好，心机深沉也好。 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，他的确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大女主，能够从一个普通人逆袭成为世界级名媛。邓文迪的能力和智慧的确堪称顶级的，不得不感叹，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，他们的起点也许是普通人几辈子奋斗也到达不了的终点。